玩手机，所以这几天手机关机了。医生说了，生病的时候尽量少玩手机，所以这几天手机关机了。我相信待会卫生院忘还了。我相信待会卫生院忘还了。不得不说，看到这一幕真的是为郑爽感到尴尬，好歹也是北电毕业的，这些年也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，然而一点进步都没有，无论是演技还是台词功底都差成这样，这样的艺人还能称得上是演员吗？这难道是日薪208万演员的台词功底吗？估计任谁听了都说不过去吧。这如果不看字幕，真的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吧？很多网友都纷纷调侃，这可以拿去做中文实际听力考试了。难怪当郑爽被爆出的天价片酬后，网友们的反应都这么大。同时也有网友表示质疑，难道只要有流量就可以拿高片酬吗？看着演员的门槛越来越低，也是令很多人深思。不过也有网友表示，那是导演故意安排郑爽这么读的台词，可连咬字都不清晰，难道播出后的效果真的好好吗？我没那么苦啊，根本一个渣男分手，现在碰见一个渣男，我没那么苦啊，根本一个渣男分手，现在碰见一个渣男。Thank you.